举三个您老婆的优点，然后以示对您老婆的爱意。他问三个哦，你现在只讲两个。就是，韩探讲不出来耶。最深层的，最深层的。因为我有稍微看一下您的 IG， 然后我有发现您的粉丝数好像只有2000多，在场可能有几位应该粉丝都。比你多这样，然后你有没有？你们可以帮我一下吗？